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八卦图，奇门之术，流传了很久了。此乃艮离之卦。艮离之卦，生门居北，死门于坤，没准这墓的出口是在生门之后。怎么回事？这哪儿啊？手，摸够了没有？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想。你干嘛？蝙蝠。爬够了没？蝙蝠已经走了。你看，这有块墓碑。帝王无情，贵妃何辜？吾等奉命修建此墓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留此生门，盼贵妃之灵可经此逃出升天，免受镇压之苦，早登其乐。之前墓碑所说的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，也就是说，生门背后是死境，死门背后才有一线生机。此处有蝙蝠栖息，可见一定有出路。这个秦明阳装疯害人，想独吞宝藏，谁知道还救了我们，真是命运弄人啊，是不是？王宁耗费灵力救他，要救人，人却害人，这世道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你本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？哎，咱们要不上去救他们吧？这个秦明阳死有余辜，死就死了，可是其他的人是无辜的。走吧。哎，唐天师，您英勇无敌，破法阵如拈花般简单，一人阻挡万妖，而我实在没什么本事，不如这样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凯旋，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不是不想陪你，只是这段时日我一直被关在葫芦里面，我妖力不济，再说了，这个甬道也太长了，我根本就飞不上去嘛。无妨，抓紧我即可。这不合适，这不合适。你说的也挺有道理，带着你一个人的确不合适，那就进葫芦里吧。什么都不说了，师兄弟一起走。